说啊，你看那个是包的。因为海边岸边浪比较大，嗨，喂喂，我是堂弟，我们已经在日月潭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去逛一逛而已。因为我们现在吃饱，然后就在路上，就在旁边一下道，所以就在逛那个湖边。所以你知道路线吗？知道哈。好，好 ，OK。超晃晃。